亚球是咱的国球，来看一下来自高雄的亚球教练王信波，伊伫台北成立全台湾第一个社区的亚球队哦，叫做松山区体育会，教囡仔亚球的基本动作。一开始只有歇落才开课，也毋过教伊亚球的囡仔，佮家长真热情，即马每礼拜带动的小姐来练球比赛。正蓝色的队服，台北市松山区体育会社区棒球队的球员，正在进行寒假期间的训练比赛。球队内面年纪上侪是小学二年，投球打击拢有法度。伊自幼稚园中班就逐礼拜六拢来讲球。守备，我最喜欢守备。比赛，我最喜欢比赛。我最夹杀比赛，夹杀。太无聊，我们都会漏球。台北市松山区体育会社区棒球队是全台湾第一支社区棒球队，已经有16年的历史。总办人王胜浦自细汉就爱棒球，对高雄来台北吃头路，捌拍过一组的棒球。伊看社区内面有真侪囡仔伫咧教练的时阵来拍棒球，就去摕到教练的资格，成立社区棒球队，带囡仔拍球。刚开始暑假才有，那因为暑假之后就有家长纷纷打电话来说啊，只有暑假有，平常的假日都没有机会打棒球，所以我们才成立了假日棒球队。那最早的时候是只有礼拜天，那因为后来小朋友陆续的增加，因为球场的空间不够，所以才又增设了礼拜六组。课程自休暖一直到拜六礼拜，一个用家庭的要求开始办夏令营加冬令营，无亲像一般兄弟拢是体验慢练。王进博要求囡仔自基本动作开始练，减少走路，一步一步训练。较细汉的囡仔也会当去哩讲球。来，身体不要往前倾。哦，来，来，注意哦，左手手往后拉起来，带回来，对。训练实在口碑真好，王进博讲。在你把棒球的技术传承给囡仔的过程，也希望培养起团队合作的精神，把人际教育也用入比赛，提醒球员无论输赢，拢爱面对，也爱怎样感谢。李正，妈妈，谢谢，谢谢球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